号呢又说出来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，闲来无事在家中，今天吃个烧鸡公。鸡公不是你老公，媳妇脸蛋红彤彤，鸡肉烹香土豆烂，老公干掉三碗饭。开干，准备一只大鸡儿，这就是我视频里面经常叫的只鸡，先烧一下。洗饭菜，这个鸡儿差不多七斤啊，这是真正的农家山羊土鸡，把鸡鞘下去掉，这才是资格的土鸡，看这东西好大。改下刀，准备配料，葱姜蒜，蒜切烂，葱切断，生姜切成大片片，泡姜泡椒切碎，八角香叶桂皮，干海椒青花椒，配菜准备有青红椒切成圈圈，土豆切滚刀。阿刚点火，现在开干，烧油，一定要是土鸡才能生爆哈。这种资格农家鸡用柴火烧就巴适得很哈，爆出油脂捞出来备用。再烧油，撸成油温下炒料，炒香后放一包香辣酱，放入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放入鸡肉，看这个颜色好漂亮，放310百合白糖提鲜，锅边淋入料酒，再放一瓶啤酒，放入生抽，加入清水，淹没鸡块，烧50分钟，再放土豆，再调味，下入土豆，再煮10分钟，土豆趴了就可以了，放点盐巴调味，鸡精，放入配菜青红椒，青红椒断生就可以了，要得了，起锅，放入内定葱，重庆江湖菜烧鸡公送给大家，用砂锅来装就叫鸡公煲。来哟，阿哥还请，要得开干。枕头啥子没骨头两回，这种人，这种没骨头，光喊鸭子俺意思就啥都不怕的了。当然了。来哟，开请哦！这是自家的土鸡啊，非常劲道，应该是。土鸡实在香亮啊！香，别动。哦，太香！这个王工，那贵的。整一个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芒果的，喜欢粉龙车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敏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